如果选上立委，我是绝对支持韩国瑜当院长。我觉得中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灵魂人物就是卢秀燕市长。我觉得他把大家扣在一起，这一只母鸡就是照顾好我们几只小朋友。其实医务人员跟警消，我们都觉得保护我们，当然医护就保护人民的健康，警消就保护人民的安全。就是觉得有身上穿的那个制服，我们就有那个使命感。没错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不可以政府，你民进党新潮人，你不可以认为理所当然。政府基本上就是要照顾好老百姓的生活，尤其是各行各业啊，但是不可以吼贪水不济啦。